处理这个事情的 SOP 怎么会是这样的？对不起，真的很悲。记者来问我单身呢？真的对不起，我真的，我知道这个不对。我现在跟你就不是男女朋友。我希望你能幸福。我对这次的感情处理真的是瑕疵太大，太冲动。我跟你讲，我有小朋友，我很对不起我的小朋友。很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爸爸妈妈。我以为故意骗我的，所以我不相信他。我真的不会去伤害你，哭泣的控诉我，我真的不对。然后再说，你要原谅我。真的对不起，真的，真的，对于伤害太冲动了，对不起。